比如说你的小三可能会打电话给原配啊，说哎呀，你老公跟我讲你的肚子很肥啊，你的怎样，你很丑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，美女就可以免于受小三的威胁了吗？其实很多的小三哦，都比原配差哎。对，貌不如，才不如，艺不如，没错。可是她就是凶悍，像我们香港最有名的美女，不老美女周慧敏，这么漂亮。这么漂亮，也要演忍受啊！对，周慧敏是多少男人的梦中情人呢？谈恋爱谈了20年，中间其实有分合了，可是才前几年的事情嘛，哈，就被发现说跑出一个小三来了。这个小三是个大学生，才大学而已，大学生大概二十岁了。好，那么而且非常漂亮，就说当然他没有周慧敏漂亮，但是就是很辣，感觉不一样，很辣。应该这样讲。可是他多么大胆，叫做张茂，他大胆到什么程度？他跟倪震约会，约会啊，好是在，当然是公众场合哦，还垃圾，那个地方是好像类似酒吧的地方，夜店。好，一垃听说了哈，根据那个八卦周刊写是说。亲了大概半小时，半小时，拉了半小时，对，就是拉半小时，这视若无人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人去通知狗仔来拍，狗仔都在拍了，他们还没有办法停止，还在热情这样子，所以是不是故意的？他们知道狗仔在拍了吗？当然，狗仔都来啦，你都在公众场合，而且你怎么会？所以女方一定要示威，然后男方就是在示威嘛，他就是他就知道没办法踩刹车啦，然后女生有点故意的，他明明就知道他的女朋友，你的女朋友就是周慧敏，我就是要来尬你，我比你年轻啊，对不对？我行啊，我可以当众拉鸡半小时，你可以吗？周慧敏当然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嘛，他就是女，他只是对呀，对，他是玉女嘛，他就知道你不能这样，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他就要故意来。挑衅你啊！所以很多小三就是会做这样的事情，而且后来啊，他们就查出来说，其实周慧敏隐忍倪震，隐忍到什么程度？他说，其实周慧敏曾经当众抓过两次，抓过两次倪震，所谓的捉奸在床，还抓过两次，就是活逮。可是周慧敏不晓得，可能他的个性使然，也可能是他对那段感情他非常非常的在乎，他真的太爱倪震了，就选择原谅再原谅，所以两次捉。活歹，还有包括张某这样当众这样呛他，当众这样子垃圾这样给那个狗仔拍出来之后，是全香港一直转载，一直转载。周慧敏非但没有说哦，就说我跟倪震你要分手，他当然有说，那时候有突然讲说，哎，我可能要跟你分手，就是20年可能告吹了，可是。没多久，他却宣布说他要结婚，对呀，就说要他要结婚了，对对，也可能是一个报复，可是我是觉得张某。他太凶悍了，你这样去对付一个玉女，好用这个方式，我觉得，而且他跟周慧敏相差20岁耶。不过张某那个行为啊，也引起了整个媒体的挞伐，认为说你真的太过分了，因为周慧敏是真的是脾气很好，可是你不该用这样的方式。刚我讲嘛，拉鸡半小时，狗仔来了继续拉给人家拍，对不对？这个。哎，我们演艺圈还是有团结的啊！对啊，你这样对，不要再对不对？好吧，你就打一下下嘛，你这个样子，这样的示威真的太恐怖了，真的是太过分。因为你的对象是周慧敏，是这么知名的公众人物。不过我觉得这样其实有帮周慧敏加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们不要再想了，我在想，万一有一天我也碰到这种情况的话，阿姐会做出什么傻事来？好了，快11点了，赶快放你回家，把你男人给看紧了。不过我觉得，今天节目的最后是要跟大家讲，希望原配旁边都睡着你的男人，希望男人都没有在小三身边呐。这么高的离婚率，好了，大家晚安。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10点钟，中天娱乐台新闻娱乐控，拜拜。哎，我今天见到了。